亲爱的 CGNTV 观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因为 CGNTV 在台湾已经满九个周年，就像我们常常说的要长长久久。那他们在台湾的努力洪局长还有同工们是这样的摆上，我们很感恩。也看到从前因为十一年前他们在日本、在美国乃至于在全世界有七个地方开始这样子的服务，也激励我们海外的基督徒、各国的基督徒。想想多年前何用作牧师他是这样的有宣教的意向，乐意帮助那偏远地方的人，即使不能他们派宣教士去，可是他们却很乐意透过影音网络然后帮助我们众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为何牧师虽然已经安息了，但是后面接棒的每一位同工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用心盼望我们要成立本地的社团法人也能够快快成立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带导，也请常常上网收看并且为他们祷告，谢谢。